尿检是胃孕 ，B 超也是，孕妄出现误差问题，虽然不是常见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俩都还年轻，继续努力，孩子啊会有的。都还健康，孩子没问题。不是，我们本来就没关系啊。那现在不是误诊吗？没孩子，那以后我们不是应该各奔东西，再也不联系吗？为什么啊？什么为什么？我们已经见过家长了，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啊！现在没有孩子，将来一定会有的。我们已经开始了，你不能这么把我甩了。我没有要甩了你啊，那我们在一起就是因为孩子，那现在孩子没有了，我们不对，我们本来也没决定在一起啊。被你搞晕了。哎，没有孩子更好，这才能证明我是纯粹的喜欢你，不是为了负责任。莫生，那个明天早上工作能不能帮我顶一下？我得陪我老婆去产检，谢谢啊。陪老婆去？尚没有怀孕了。突然有一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梦梦，这场戏里哪还有我的影子呀？你再看看电视剧里面哪还有我呀？我跟你讲，我刚付出我就玩二胎，我是哪让你给我来的？哎呦！你看，你不宝贝，哎呦，不舍得伺候一个，还伺候不够，我伺候俩。我说说，就干接着呀，我喂你。不哭啊！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不上班啊，做人每天早上摇晃呀。哎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哎呦，没事。你看他把手这么哭。没哭。宝宝今天还记得我吗？没事。不饿了吧？真饿了。你吃点。记不记得？记得阿姨。好像记得哎。嗯。记不记得叔叔啊？儿子，刚刚是不是你哭了？小布丁最帅了。哎，你们俩都两年了，怎么还不要啊？哎呀，我也想要的。啊？他不想要。为什么呀？我看他挺喜欢孩子的呀，你看豆豆多高兴。知道。不会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吧？我猜应该大概有点可能吧。哎，顺其自然吧。哎呦，这样吧。
你别哭了啊！哎呀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啊？没有啊。那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吗？瞎想什么啊？那我不明白了。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，如果多一个人来凑热闹不方便。就因为这个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，那就要吧。真的？顺其自然。难怪我回家顺其自然啊。现在？嗯。你在怀疑我的效率？可是我们才顺其自然半个月。所以再过半个月就用不上了。已经晚了一个星期了。什么啊？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你去买早餐啊，我要吃小笼包和小米粥了。音乐太有效率了。